好，再来看的是民进党立委管碧玲，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记得哦？3年前他曾经出了一本书，教大家如何计算卡路里来减重。当时呢，他自己就照着食谱来减肥，果然2个月瘦了6公斤，是这副模样。不过呢，现在的管碧玲，他似乎又胖回来了，是不是食谱不管用呢？今天管碧玲说，这个书里面教的方法是真的有效啦。不过因为他对于自己的体重要求不高，才会复胖。对，本来扣起来紧紧的、啊，现在真的好多了，不说不知道，管碧玲悄悄瘦身，减了3公斤。减肥减得这么辛苦，是因为又复胖了。3年前，管碧玲才以减肥达人的身份出了一本减重食谱，教你计算卡路里。怎么这么快，当时减下的6公斤又回来了？脚受伤影响我的活动力，嘿，这个是确实是事实。所以有一阵子就会突然之间一直胖起来，直到裙子裤子穿不下，管碧玲才意识到情况不妙。翻开10几年前的资料画面，当时的管碧玲瓜子脸尖下巴，如果以这个时期为标准体重，2000年接掌高雄市新闻处长，体重已经上升了3公斤。就在上个月，体重到达巅峰，多了10公斤。这回要甩肉多少委员才会满足呢？我只要瘦回来，衣服可以穿就好了。我现在已经可以穿了。所以前一阵子很严重，这么少，这样岂不是砸了自己减重食谱的招牌吗？它真的有用，嘿，那个书真的有用，我还是很推荐。但是本来我就不是那种纤体美人，本来就不是。尽管管碧玲自认是肉肉型，但是要有点肉又不能太肉，女人啊，这辈子是注定要不时跟体重拔河。民视选手宋宏玲台北报道。